莫生气，莫生气，生气容易走隔壁，莫烦恼，莫烦恼，烦恼容易走得早。大家好，我是见笑师傅，见笑了。好，我们的消气操第一个动作，抖，两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屈膝，手指尖相对，掌心朝上，松肩松腕，然后踮脚颤膝，就这样抖，百练不如一抖，让整个人松下来就开心了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拍，四指并拢，大拇指捏在食指的第二关节处，空心掌拍打我们的屁股，哎，拍我们的环跳这个位置，像个孩子一样，一二三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夹，夹腋，两个拳头相对，与肩持平，往下夹腋。好，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也可以呢踮脚颤膝，哎，一二三四。好，第四个动作我们叫做扭，两个手臂打直，掌根发力，往下撑，发力发力发力，会感觉到手麻麻的感觉，同时呢扭腰摆胯，扭扭扭扭扭，怎么样？好，收，见效了。好，接着呢我们跟着音乐来上一遍。莫生气，莫生气，生气容易走隔壁，莫烦恼，莫烦恼，烦恼容易走得早，莫心慌，莫心慌，心慌容易挂墙上，莫焦急，莫焦急，焦急容易请窒息。